接下来是咱新增自由奖，由咱陈国光。咱准委员替咱全体技术人员，用着咱帮助自由奖天上心的马祖宝。热情感谢，谢谢，并代表咱委员会主任委员罗春波感谢咱陈准委员所带领的团队，谢谢，感谢，十二万分的感谢。接下来咱来恭迎咱新增自由奖，咱天上心的马祖宝。咱固定咱的头旗西边带领一下，将要迎来着咱新增自由奖天上圣母马祖宝銮驾。
要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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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看到是咱心中的啊，观众朋友，我想想，线上直播的朋友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在这个新庄地区啊，关将手是他的发源地。好、哦，大家看到他们身上的尖尖服装、脸部，好、哦，都有不一样的特色。而且大家仔细看他的帽子身上是有烟雾差，因为代表这种家型家领的，一动不咱煮水，咱重视啊，出门来水净。所以咱哦，每一年啊，其实我运动啊吼，那些看些海滩，其实，在大台北地区这些文化传统保留下来，这个汉堡真的是非常棒。是，武汉台北在办大比赛哦，啊，那新增的这个汉堡，那也是观众是，啊，底下的这种新增的总南哦，好热闹，好热情。那么三个所在，武汉台北在龙岩，那就龙岩就龙岩，龙岩就龙岩，超级多的新兵。对哦。所以有人讲八大将，八将，观众秀，观众，差一厘差天加差地，差高千对。所以咱今仔日用着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他的角度哈，也跟所有的信众朋友大家来分享。我们看老年人时阵，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。而且其实现在网站很发达，很多的一些美美嘎嘎细节啊，都会在上面找到一些资讯。大家可以看完这些资讯，做完这些功课，再看现场的这些展演啊，你就会发现哇，你兜得起来，你就会看得懂哇，这场热闹到底在看什么。所以观将手呢，也就是阴间的刑警。对，啊、哦，在人世间，然后去搜寻这些啊邪灵。你甲看伊手提是这个手铐，手铐，啊，手铐啊，再火枪，啊，帅咧，这个两枪枪。有来煮水，请多请几多。对，跟阴间刑警的角色，所以哦，阴间跟阳间哦，所有的人都是对应，都一样。像我们的主任检察官哦，他们是执法者，是讲师，懂吗？啊，刑警啊，观众都有对应，他可以跨领域啊，司法院各司其职。接着，咱来。
观众秀哈，啊，向咱新这个板桥主义中心中心庙哈来禀报，啊，咱地方素食负债，啊，啊，地方拢会当平安，啊，即摆来个马公婆来禀报，讲今仔日来扫这个地方，我拢平安，诶。其实就像刚刚听郭董说，咱板桥观众秀，其实来到那个境内啊，都会来跟主持人做一个禀报，结束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做一个辞礼，直接说哦，我们今天也圆满将这个任务啊，顺利做一个解决啊，也感谢咱地方进主的教导。辛苦，咱的乡大哈、哦、啊，咱的灯会来照亮着咱天上圣庙妈祖婆和平哈、哦、一片光明。嘛，祈愿众罗哈善事会当身体康健，多吉如愿哈、哦！感谢各位大姐，大家辛苦，就恁啊，板桥诸位同在咱天上圣庙妈祖婆哈保庇之下，拢会当平安顺遂。辛苦啊，辛苦！咱专师姐啊，今日来抄阮一个证书。那么，即阵看到咱新增主教，咱提上圣庙妈祖婆，伊的这个娘线哈，已经来向咱啊，板桥主教提上圣庙驾前才来递。报到咱天上圣庙，咱新增妈祖将要来入殿，就咱板桥朱慧宫。那么人讲吼，机会也相逢吼，还是非常欢喜的代志。那么这次2023年北台湾的妈祖文化节，总共来了将近55尊的妈祖婆。哎呀，对啊，他暗时拢在拍麻将，跟十婆啊，吼，所以真欢喜。啊，拢真欢喜的哈，拢真欢喜的哈。那么姐妹相逢在板桥，难得暌违10年再度莅临板桥哈，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。当然，明天的活动听说也相当的精彩哈，包括咱的嫩球卡，包括的明仔，包括的咱六里门天后宫，咱北港条铁宫，咱上山朱一等大母牛，明仔现嫁拢要来个现场，所以明天也是相当精彩可期哈。那对，所以庙会卡的你哈，千万不要忘记这个 party 哈。今天我们时间过去，明天还来得及参与，记得。一定要来到现场。是，那么咱即马双手合十吼，来恭迎新增自由中天上圣庙妈祖婆圣驾，莅临南板桥主东，恭迎圣驾。恭迎新增自由中天上圣庙銮驾，莅临板桥主东，姊妹相逢在板桥，有请本宫管理委员会主理委员赖春木。台南全体技术人员恭迎圣驾。那么，祈愿咱北桥地素食无灾，咱居民会当安居乐业。再祈哈，咱六江江移英国，牛血丁心神武一。传万里，感谢咱陈主委员所带领的团队，谢谢10,000,000的感谢，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新增自由中天上圣庙给咱全体技术人员，谢谢感谢。你
谢谢咱上班众三兄弟，大家感谢，谢谢，辛苦辛苦。真代表咱本乡管理委员会大村木主任委员，感谢大家，谢谢感谢，谢谢哈，感谢大家辛苦。那么今仔日会当讲是为早起。